大家好，我是 Nino Cafe， 今天想教大家做一款发夹，希望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多点 like 我们的学影片，支持我们。用到的材料有线、发夹、胶水，用到工具有钩针、铰剪、缝衣针。现在开始钩织，钩针在线下面翘一圈，翘线拉翻出来，又做13针锁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13针锁针，勾好第一行，勾好，我哋咧今日做第二行，褪翻去第二个锁针位，喺呢度挑一针出嚟，去翻下一个针位挑一针出嚟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总共挑12针，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翘线拉过第一针，翘线再拉过前面两针，翘线再拉过前面两针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总共拉线13次。至剩翻最后一针，第二行勾好，就勾针上面嘅线拉长少少。我哋将呢个线头挑出嚟，扯紧。而家开始勾第三行，翘线喺呢一个入针位翘线4次，skip 呢个针位，去下三个针位，挑三针出嚟，skip 呢个针位，去呢度中间，翘线4次，skip 呢个针位，去翻下三个针位，挑三针出嚟。skip 呢个针位，去呢度中间，挑线4次。去翻最后一个入针位。将呢个锁针咁样挑起身，挑一针出嚟，翘线拉过第一针，翘线拉过前面4针，我就做一针锁针，翘线再拉过后边4针，翘线拉过前面2针。翘线拉过前面2针，翘线再拉过前面2针，翘线再拉过前面4针，左针锁针，翘线再拉过前面4针，翘线再拉过前面2针，翘线再拉过前面2针，翘线再拉过前面2针。翘线再拉过前面4针，我哋做一针锁针，翘线再拉过前面4针，翘线再拉过最后2针。第三行勾好，我哋咧勾咗第4行，就勾针上面嘅线拉长少少，去翻呢一个入针位，翘线4次。
分下三個針位，挑三針出嚟。你放呢個入針位中間，挑線四次。嚟翻下三個針位，挑三針出嚟。嚟翻呢個入針位嘅中間，挑線四次。嚟翻最後一針，同時。挑呢個鎖針，挑針出嚟，橋線拉過第一針，橋線拉過前面四針，我哋做一針鎖針，橋線再拉過前面四針，橋線再拉過前面兩針。橋線再拉過前面兩針，橋線再拉過前面兩針，橋線再拉過前面四針，左針鎖針，橋線再拉過後面四針，橋線拉過前面兩針，橋線再拉過前面兩針，橋線再拉過前面兩針，橋線。再拉過前面四針，左針鎖針，橋線再拉過後面四針，橋線再拉過最後兩針。第三行勾號，我哋按照三行嘅方法咧，總共勾十四行，勾第十四行。剩翻最後兩針，我哋就換線。勾第十五行。
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再勾多14号蓝色。勾第28号。我哋而家开始收针，去翻呢一个入针位，做花心引拔，去翻呢个入针位，做花心引拔。我哋咧喺呢一行上面咧做花心引拔针。咁样我哋收针就结束，留一段大概70cm 左右嘅线头，将条线剪断。我哋将线头穿喺缝衣针入边，正面转过来另外一边，以渐色位为中心位，然后我们将发夹这个淡黄片拿出来，将发夹缝在中间。我们再将蛋黄片装上去。相思蝴蝶结发夹制作完成，如果大家咧中意我哋嘅影片，可以去翻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 YouTube channel。多谢大家收睇。